不是一直夸着你有才能又贤淑，说的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怎么今日带个六都能带进府里？就是，他在会上跟个肥鸭子似的。吴公公，再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这世上哪日不幸，一条人命而已，算什么大事？那程娘子自己失足落水，我们也不是守孝，无法施救。还有啥？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呀？程少商，你跟我听着，今日不过是个教训，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，否则这次是没毒的蛇，下次便说不准。五公主，她不会去告状吧？怕什么？此处又没人看见，以后我不认就是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